喜欢看棒球的朋友有福了，由电影《九降风》的副导林立书执导的国片《天后之战》即将在嘉义县取景开拍。日前，导演和男女主角刘湘慈、倪安东一起参加了开镜仪式，大批粉丝挤满活动现场，只为了一睹明星的风采。天后之战赞！天后之战以棒球运动为故事主轴，场景拍摄以东石和埔子为主，剧中将呈现地方民俗风情、宗教古迹和沿海人文等特色。它包含了所有的当地的本土宗教、庙宇、还有信仰，还有人的特性。然后，我们就把这个故事集合起来，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呈现。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他可以同时看到这个整个沿海的动线跟堤防。另外一个场景搭建是在另外一边的堤防外的那个科寮。片中有演示馆长爆红的刘湘慈和倪安东分别饰演男女主角，他们表示很期待剧中这个充满挑战性的角色，而且一定全力以赴。他的角色说明说是美女老师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美女两个字，所以呢，我就是要学习优雅，学习古典，然后学习把士官长抛下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有一些些的挑战性，因为很不小心就回到士官长。很努力的投入，然后做很多功课，把这个角色的灵魂找出来，然后把安东这个人扔掉，然后进去这个电影。这两个月当康明龙康老师。该片预计两个月拍摄完成，明年春节即将上映，喜欢棒球的朋友可别错过这档精彩好戏。新唐人亚太电视侯瑞霞、方雅贤、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